话不说，给我来个冰啤酒。Yes， 既然他们这边奶茶这么出名，我要一个冰奶茶。Thank you。啊。哎，你们刚刚有觉得那家店非常热吗？热的我整个是，我一直流汗，我热到我腋下胯下什么全都湿了。然后阿雅竟然就拿出扇子扇，我说：“阿雅你怎么会有这个扇子？”她说：“我带的啊。”然后我就想说：“阿雅这辈子我认识她以来，这是我看过她做过最对的一件事。我人生值得被你肯定的事就这样子一件呢、啊。”当然不止咯，还有你交到我这个朋友，现在还是围绕在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，永远绕不出去。哎，绕不出去，我不是宇宙的中心点吗？你是呀，远归都从我这边画了。Shout out。好了，准备好去下站了没？那我就要看看你这反应。哎呀，你真的是叫人又爱又恨哦。真的很小轩的 style， 认真的小轩，真美。他一定写一些温馨的啊，姐妹们怎么样？巴拉巴拉巴拉。来，在这边签名。OK， 这张明信片上面的巴士就是我们那天拍时尚大片的那个巴士。哪里有巴士啊？哦，我要去寄明信片。像爱就没有这样的配方。